韩国男子乐团爱子31日下午在首尔举行出道 showcase， 一开场就献唱主打歌，炒热气氛。안녕하세요 TBS 보컬을맡고있는리더지수입니다네안녕하세요 IG 에서기타를맡고있는현준입니다네안녕하세요팀에서드럼을맡고있는우수입니다안녕하세요 IG 에서베이스를맡은막내준영입니다他们作为歌手后正义的后备团体，更从很会撒娇的前辈学到了一招呢。기자님들더기자님들보고기분좋아서기자나는준영이영이영이最后爱子也献唱专辑里的收录歌曲，美妙的歌声和帅气的外形又会在歌坛掀起怎样的热潮，让人非常期待。